得到成就和成长，其实，在努力中，不管是成不成，你不只是能够学习东西，可是你也能够成长的。有时候失败是一个成长的过程，最重要是要努力了。所以你在真正努力的话，你失败的时候，你真的吸收一些经验。而且我们跑的时候啊，跑到啊，你说你要那个几个小时啊，一个他们有限期一个小时啊，哎呀，你是差十分钟，你失败就在想为什么不能做到，你就去研究一下啊，你第二次你就可以做到啊，因为这个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嘛、啊、还没有成功一定失败的，如果是能够啊能够不必失败成功，你就是神仙鸟了，你不是人鸟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看他所有的冠军，他还没有成功的时候，就是包括艾利中啊，还没有真正冠军呢，他一定有输过吗？政府一定要我们要，虽然讲说不是要做的最好，要做的更好，不只是要做的最好，要做的更好，所以要每一天要去努力，要去拼，所以样样东西要看呢，怎么样做的更好了。啊，好，而且尤其是刚刚面对，我们最大的问题，找出解决方案。